据说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瞎扯淡，今天我也来试一下。锡纸碗里先打上四个鸡蛋，一人来上一只大龙虾，再来上一勺生抽，加上葱花、小米辣，喷上油，空气炸锅160度烤12分钟，这外焦里嫩啊，又鲜又香。每次孩子这一大盘都不够吃，这个锡纸碗质量特别好，洗一洗，下次还能用。